最近啊，降温大风天气啊，浪大原因，海里啥稀奇古怪玩意儿啊，都被拍在沙滩当中啊。这不狗刨出这家伙，这摸鱼的骨还是中药材，可以治很多疾病的。有的朋友看到了，二话没说就给了个双击，留下关注，看我下午6:30赶海直播了。兄弟们，天气非常的寒冷，但是虎头蟹上来了，这个虎头蟹特别好吃，今天抓了不是很多，3只左右吧。啊，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很多的小红星，为什么我长得这么丑的小朋友没有一个小红星呢？老铁，给撸起袖子点亮一颗小红星，然后加上一个关注，咱们一会带你们赶海直播。朋友们，这是一条龙鱼，我在市场发现的，已经怀有身孕，我花了巨资把它买下来呀、决定把它放生。如果放生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愿望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双击不双击老铁，天天有钱花，感谢。知道这个海葵是大补神器哈，但是在海葵中，这个红葵又是王中之王哈。今天给大家介绍它的吃法，首先把它的内脏给它清理干净，就可以起锅烧油了。进来的朋友，吃过的老铁双击扣个一，没吃过的双击扣个二。早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，卷起裤管，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，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。